啲鸭仔啊！而家去边好呢？就是住宅區加工廠區的 friend， 我去對面。點解係個小鎮仔？啊，好的。不知道哪里来的，不过看到呢个田呢在日落的阳光之下都挺漂亮的。日落啦，下次看看再去哪里啦，再跳上哪一架巴士，咁样悠哉悠哉嘅生活都几好，睇下人喺度跑步啦，几靓。我系搭五号车嘅，嚟到呢个位，时间表见到个教堂仔，不过好远啦，就嚟有车咯，翻去咯。其实好短嘅啫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好夜先出门口。车嚟啦！睇出个车站有个女仔好好嘅，我就睇个车牌，佢就同我讲话啊，架车几时嚟啊？喺个 Logan Station 啊，但系呢度啲人都好 nice 好 friend。遲出門口啦，去到嗰邊就唔係好多時間留喺度，好快要即係諗住趕嗰班最近嘅車再翻嚟啦。咁就下次有機會再去多啲地方，俾多啲驚喜自己。好、鋪面嘅都算大啊！睇下我哋嘅，拜拜。就係好大粒嘅雪啊！真系会砸落嚟有感觉噶，仲有啲入咗背脊添啊！而家好冻啊！